三个一定会三平的。嬷嬷，眼睛从你女朋友身先身上移开，移到荧幕上面。哦，好的。可你女朋友在你后面看着你，很火大，你知道？不都是 T， 要不然全部都是杜卡德。有了六个，就是这个堕落全息密钥，这个就是我们要打的堕落。然后你要一直弄到四十个，一次六个，一次啊，弄到四十个。应该说，只有在面纱会一次掉有机37%，一次掉六个，其他地方就是五四，等级越低就五四三二一。哦吼！哎呦，金的，可是我想要。好，我十个了，十个了，路人一两个，不理他，放，赶快结束他。我第一时间就是赶快把他结束。我问你哦，到底是紫色比较好看，还是蓝色比较好看？当然是蓝色加紫色两个一起啊。你是不是来？你是蓝色啦，你喜欢蓝色，你就选蓝色啦。谁进来了？银魔、银河，也是银魔。哎呀，好的啦。好什么？装备？我知道，就是完成。没有我哦，抓到！我玩游戏。我玩游戏当然是要跟着一起玩，然后哪有人一直玩游戏，然后一直在旁边念，一直问，人家在直播，别这样。开局怎么样？哎，那个银河问一下哦，啊，那个你楼上那个是男是女？男的啦，男的，男的，来，听到了哈？什么东西？我。我那时候以为那是女的，什么东西？我操！谁？我操！什么东西？该淹掉了。谁？是不是该淹掉了？要问谁？你要加起来还是要淹掉？我给你选。我被黑了问号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你就刚刚有那个女生音乐嘛出来，然后我就他就以为是女的，然后就说那个是别的氏族的人，是男是女我不知道，但是是基本上玩这个应该都是男的，我没有看到女的有在玩。我有认识女玩家啊，他人要介绍给你认识吗？听说还是号称中盘商哦。我觉得。介绍下去，我可能你就怕了，他怕了，有生命危险了。他的女朋友后面现在拿着一把枪抵着他的头，不是剪刀吗？妖叔，什么剪刀？抵一把枪？不要啦，我还想继续活着玩 Warframe 呢。没有啊，我没有说是你的后脑勺啊，搞不好是另外一种头。Oh no！ 另外一种头？我没说是什么？没有说。卖叮当，干卖叮当，炮枪炮枪炮枪，炮弹叮当，叮当，他在考验你的眼力了啊，手力跟眼力，哎不错，哎不错，干嘛？他怎么是暗杀者？看我暗杀者已经第三章了啦，这张第三章了。谁的啦？干嘛？谁的玉米？妈的，谁的玉米？你们在干嘛？我刚也是这样啊，我刚也是这样啊。他说奇怪，那是谁的？谁的玉米？妈的！我上厕所回来，他妈放了一个玉米在那边。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。我在努力中，请等我一下下。加小总，他回来，我怎么回到捷号上面了？哦，我怎么回到捷号？是谁？好了，是谁来了？嗯，
当我那个出生呐、啊，干！我直接回到瑞吉号、欸，哎，我好，我直接回到瑞吉号，你直接回到瑞吉号，我直接回到瑞吉号，这么吵的吗？啊，自己看好位置啊。What？ 为什么？哎，我不知道，我直接回到瑞吉号，那么吵的吗？哇，这么丢哦！等着要。可是我没有，这是 bug 还是 bug friend？ bug 我真的是跳站在那个吸尘器上面，然后下一秒那个自动扫地机器人上面下一秒就回来了。可惜当垃圾丢回来，丢回来，真的让垃圾被丢回来。傻小啊，我被抢过内裤啊！被穿过来了吗？再回家。你回来了，人呢？你人呢？太白痴了，白痴！哎，甲龙双拳，哇，谁出的、啊？这么好，怎么可以这么白痴？他又回到船上了，是不是？屁股屁股！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先不要！啊、那个好了，黄龙炸掉，黄龙掉掉了，白威。还没被甩到身边，我看到哲哥开过分啊！没来，哎，盾打掉了，哎，加油，哎，来一把！等一下，他怎么感觉越来越远啊？怎么越来越远了？因为我在 S。哇！快点靠近啊！哎，入侵了，入侵了！那个有一个人开着玉米挡我视线，我现在看不到我在哪。哎哎、欸欸，家里的船签一下。哦，有人被探定挂机了。谁？有吗？对，就是你。我啊，教会吗？喂，老鼠家里被探定挂机了。你看，你只有七颗，我们都十颗，几点了？好自为之啊！啊，这就是你要人家你真正挂机的版本，第一的原话。好自为之，我觉得我们的歌迷会发骂我。怎样？怎样挂机？啊？你叫出你的玉米笋。玉米笋？你看我，你叫出你玉米笋，搭上去，然后去找有怪的地方，一直朝那边开枪。按着，然后 Shift 跟 Tab 同时按，再按 ESC， 对啊，你有在开枪吗？有，然后 Shift 他、啊、你如果放开的时候，他是也在开枪，完了，你要被隔壁骂了，你要被隔壁骂了，我现在应该就不会了啦，除非他有修旧。所以挂机版可不可以再教一下？喂，靠背果然什么东西啊！我不想努力了，妈的嘞，好累哦！你说上那个机甲，然后嘞？你现在直播吗？刚刚你现在直播真好吗？没差啊！大佬就是用挂上来的，不是吗？他是贵吗？教一下啦！哎、欸，我们氏族长什么都知道哦。开着枪的时候叫出你的食品清单。开着枪的时候叫出食品清单。然后嘞？没有改啊？然后嘞？如果放开左键的时候，他应该会持续连一直连开枪。会啊。就这样，妈的！我的小说看到哪里了？看看，干！我还有无门小说要看到哪里？妈的嘞！你就不用这个方法被第一封？好吧，那我就也拿出来了。要不我们要一个结束？罗马劈一个。手骨劈一个，
月份将多一个啊，800内容核心啊，三月下最快，所以变三个，他几个成为一个啊？啊，十个还是15个还是20个忘记了？干集体 ，de facto 没了，没了，没有东西，就这样打，打了这样就这样，对嘛？妈的，大家都爆网了，急什么啊？对啊。今天没有，明天再来啊！这集的标题就叫做“挂机大法”。哎，不要哦！不要哦！让你们看看大佬是怎么刷东西的。干，不要哦！